你在干什么？我突然发现咱们家看起来就像个茅草屋，不好看吗？你说什么？茅草屋？这可是我一砖一瓦亲自盖起来的。切，设计的一点都不好。青蛙家屋外就是游泳池，小兔家的造型颜色都很棒，唯独咱们家设计的一点创意都没有。臭小子，嫌弃咱们家就去别人家住好了。走就走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会找到一个完美的家的。草莓树下是个不错的地方。我的小飞机呢？还能吃到草莓，嘿，真好。这是什么？好多的虫子呀！虫子，虫子，快走开，快走开！哎呀，痒死了！哪来的这么多的虫子呀？看来在草莓树下安家是不行的，不好不好。没有人，我要玩个痛快。呀呼！呀呼！地震了，地震了！老大，他在干嘛？原来是你们两个在上面，我还以为地震了呢。在这儿连觉都睡不好，环境太吵了。你怎么在这儿睡觉？离家出走了吗？我在找。我猜你是在家惹了祸，被赶出来了吧？我在找完美的家。去我的家看看，你们都没去过，那才叫超级完美。就在这儿。这我还是不去了吧。下去。我卡在地道里了。你们家的过道太窄了，根本下不去。那好吧，哈哈，是，老大，搞定，天哪，哪有狼长得这么胖？走！
经流浪一天了，还是没有找到完美的家。啊，肚子饿得咕咕直叫。啊，快点找些东西吃吧。好冷啊，怎么办？嘿，不好，有小偷！嘿，我看你往哪儿跑！老爸，是我，是我！啊！你不是离家出走了吗？什么时候跑回来的？我还是觉得咱们家最好。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